港小童群益会学前教育及服务在1995年湾仔总部成立首间幼儿园。九龙湾校及将军澳校亦分别于1996年和1999年投入服务。怡皇大仙校亦于2001年开办。转眼间，我哋已经服务咗20年啦，不如我哋一齐怀缅过去嘅庆祝片段啦！透过大家积极的参与，丰富了幼儿生活经验，而家长参与讲座之后亦掌握了育儿的心得。今日是我们的毕业典礼，在20年里面见证了教职员的付出及努力，令幼儿茁壮成长。等我们一起回顾及展望本会学前教育及服务的点滴。香港小童群益会的学前教育服务呢，不經不覺已經提供了20年了。在20年裏面，其實我們都培育了很多的人才，有一些其實就還是在學中，但有部分已經出來社會謀生，是造福個社會，貢獻自己。我們現在一共有4間的樂智幼兒園，我們都是用多元智能的理念就做我們的課程取向的，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全面均衡地發展。我們希望透過我們老師的提供的課程，可以促進到每一個學生的個人潛能都得以發展，亦都可以提升到每一個小朋友他們的個人能力。在學生和家長的支援工作方面，其實早在2004年開始，我們香港小童群益會已經在學校裏面就提供一些駐校的社工服務給細蚊仔和家長的。而這個服務亦都可以算是就是全港最早的一個機構之一，去提供一個駐校的社工服務在幼稚園裏面的。這個服務一直都是很深受到家長和小朋友的歡迎的。我們會的學前教育的服務呢，秉承回過去20年我們的努力呢，我們會繼續以一個多元智能的一個教學理念為我們的小朋友提供優質的服務。政府剛剛宣布呢，就是會稍後推行15年的免費教育呢，我們也期望得到政府的資助之後呢，在一些師資的質素方面進一步提升，改善我們教學的質素。同時我們會都會繼續接受交通局的外評和我們的自評，在一個管理與組織和教與學
亦再包括對家長嘅支援方面進一步改善我哋嘅服務質素。同時間，我哋都希望繼續善用優質教育基金嘅資源啊，去申請一啲唔同嘅計劃，包括譬如話一啲住校社工嘅服務啦，進一步提升我哋嘅服務質素。我是2005年畢業的周德瑜。我是2005年畢業的邱寶文。我是2005年畢業的黃翔。我是2005年畢業的黎思晴。在現在幼稚園裡面，我學到說話，講說話的技巧，因為在以前平時的新聞分享和講故事的時候都會學到這個技巧。我認為以往有很多活動和遊戲都對我有很多得著，令到我現在在成長的路上都有很多幫助。在以前我學到禮貌，怎樣懂得尊重人，令到我現在都懂得怎樣尊重人。我在以前學到遇到困難的時候應該要怎樣做，因為在幼稚園的時候老師都會幫我。我在以前我們做什麼老師都很鼓勵我們要自己去做，所以現在我們做的事都學會了獨立自主。我揀樂智幼兒園呢，成為我小朋友的幼稚園呢非常之簡單，就是它在我家樓下。咁咧，我其實咧就大女咧就已經係喺1999至2000年咧第一屆咧喺將軍澳分校嗰度畢業噶啦嚇，咁佢叫李浩然。咁而家咧，我仔咧其實咧就係喺2003至2004年咧就已經喺將軍澳分校咧已經畢咗業噶啦。咁咧，其實我擺佢哋喺樂智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其實樂智係一個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好開心過去嘅童年嘅一個幼稚園。咁另外咧就係對佢哋咧大個嘅時候咧個身心發展咧亦都好正面嘅，佢帶到好多嘅正面思想。你又覺得你點有啲咩睇法？我覺得喺呢度好開心啦，老師教我教得好多嘢啦，仲有會肯自動自覺去做功課啦。咁都好多謝阿媽會送我嚟呢度讀書啦。好多謝你。你好，我叫做歐子婷，我係喺2010至到2011年度畢業嘅，而家讀緊四年班。喺幼稚園嘅生活入面，我最記得嘅就係老師派咗一本 passport 俾我哋。咁我哋可以自由咁入閣。幼稚園入面有多唔同嘅閣，例如圖書閣、圖工閣等等。我最中意嘅就係圖工閣，因為我好中意畫畫同埋做手工。喺幼稚園嘅生活入面，我哋一翻到學校就要自己換鞋，食飯嘅時候就要用羹嚟食飯，高年級嘅就要用筷子嚟食飯。食完之後就要自己將餐具去分類同埋抹嘴。我大個之後唔使依賴人哋嘅幫忙，因為我喺幼稚園嘅時候已經識得自己自己去照顧自己。我係2013至2014嘅畢業生葉建朗，呢位係我爸爸，呢位係我媽咪。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仔仔呢三年嘅學前生活。咁佢由一個初初入學嘅時候有一個大 BB， 到而家三年後，佢喺學校咧學到嘅知識同埋技能咧，都可以用翻喺佢日常生活嗰個小節裏面。咁自理能力提升咗，令我哋覺得身為家長啦，好欣慰。咁媽咪覺得咧？我都覺得係啊！我覺得揀到呢間樂智幼稚園咧，其實咧真係好開心啊！因為佢哋咧就俾咗一個好好舒適嘅環境啦，又好令到個小朋友可以好健康快樂咁樣成長啦。包括有校長啦、老師啦，佢哋嘅教導，再加埋姐姐煮啲飯餸咧，又好好味喎，令到個小朋友可以好健康咁樣成長啦。慶祝呢個大日子，送上各人對樂智嘅祝福。
莘莘學子將踏入人生的另一階段，而我們會繼續為兒童謀福祉，令他們健康快樂成長，秉承培育新一代攜手創未來的精神來教育幼兒。